想起某个夏天，热闹海岸线，记忆中的那个少年，骄傲的宣言，伸出双手就能拥抱全世界。首先是我替大家顺利完成小学阶段学业，成功合格的小学毕业生表示热烈祝贺。同学们，6年里面你们经过努力考到理想的成绩，生涯即将开始初中教育的生活，即迈向新的里程碑，你们必须具备一个所有高小六年级学生，你们在崇光学校修完小学课程后顺利毕业，并将在不久后展开新的求学生涯。毕业在即，同学们即将离开母校，升上中学，希望所有的毕业生都能珍惜宝贵时间，创造未来。在这资讯发展迅速的时代，同学们都必须明智的使用电脑及手机。今天我们以崇光学校为荣，明天崇光学校以我们为傲，让我们再一次心怀感恩，真诚的道一声亲爱的老师，感谢你为我们插上腾飞的翅膀，和爱的中的那个少年，骄傲的宣言，伸出双手就能拥抱全世界，相信所有的梦想一定会实现，一切看起来都不会太遥远，转眼之间过了几年，幸福的语言都已慢慢沉淀，即使难免会变得更加洗练，我们不曾妥协。那是我们都回不去的从前，幸好还可以接触当时的心。
个偏执的少年。